欢迎回来啊！好，这一趴来看小物了哈。好，第一个直接来看了哈。第一个是我们干爹雷蛇的 Seren Pro 雷蛇数位麦克风，来看一下字卡。Razer， 哇，那什么 Seren Pro 提供无与伦比的性能，让听众能随时享受真正卓越的录音清晰度。此款数位麦克风经过专门设计，能满足并超越工作室中专业艺术家和音乐家的严苛期待，但同时也可轻易满足游戏实况主或专业 YouTuber 的作业需求。想要蛮好看的造型，想要拿来录音。YouTuber 作业需求，哇，很漂亮哎。绿绿，哇，这个声音，好，拿来录音真的很爽。它蛮小的，感觉蛮好的。不知道出了没？还在修整。这边好像这边都有照，降噪。哦，降噪。那个哦，它也是可以调啦，就是数位的收范围的，这种是你说数位麦克风，那刚刚上面显示的那个是就是仪表嘛？哦，对对对，好，好赞哦，想要，就是它可以，就那个放。不过它那种麦克风是不是要接那个，就是那个叫什么？我觉得应该不用吧。音效，可是它下面的那个录音界面啊，它下面那个头，我觉得它应该不接录音界面也可以用。哦，现在就是可能 USB 也可以。对，但你接录音界面之后有其他的东西可以比较好，这样可以更专业。所以比较好的应该是要有录音界面，也不一定。我觉得也没有分。Interface 也没有分呢。好吧。对啊。是好像。但是如果它这个是，如果它这个是一个录音室的需求的话，通常就会需要接录音界面，因为通常在录音室用麦克风的话，一定都是要用录音界面，因为他们要咪啊，还有 要修啊，要改啊，这样。嗯哼，对啊。像有一个网站，我们现在有开了一个网站，它可以听到就是那个 standard microphone 跟这个 Razer 的 Seren 的麦克风的声音。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先听 standard 好了。Good day everyone. This is a test recording on a standard headset microphone. 好，听不到，听不到，可以大声一点。对对对。Good day, everyone. This is a test recording on a standard headset microphone. 我觉得已经很好了。这是 headset， 这是 headset， 就是耳麦。哦，他在听雷蛇的。OK. Good day, everyone. This is a test recording for the Razer Siren condenser microphone. 哇，其实我觉得 standard 就已经很好了，你知道吗 ？Good day, everyone. This is a test recording on a standard headset microphone. 低频没有出来了。Good day, everyone. This is a test recording for the Razer Siren condenser microphone. 木耳就是很，你听不出来吗？很集中，就是很没有那种那个雷蛇那个比没有边界，雷蛇那个比较有立体感，还有高低频，高低频，好清楚，好，对啊，但我觉得麦克风这种东西就是会越用越。没有，如果你本身是我们是常用、常需要用到麦克风的人，当然就吃饭的工具就不要吝啬，该买不买。要不然就是很多人，我觉得，比如说哦，电脑花个六七万、七八万这样子，可是耳机、麦克风一两百块，对，买个九十九块的。喂，电脑啊，电脑啊，好像是。喂，电脑啊，我很怕那个吹。就是麦的，对啊，对啊，我也不哦，就是喷水喷水喷水嘛，喷水喷水啊，这样子，超狂喷这样子，对啊，就很就会变二六，就蛮恐怖的，对啊，可是像这种就一定，对，它本身降噪那些干嘛就好很多，我觉得声音蛮重要，因为很多人是听台也不一定是看台，对啊，对啊，我也对啊，所以我觉得声音应该是比较重要，会拿来唱歌啊或什么的。有一个好的麦克风，有好录音界面，就可以做很多事情。真的，其实非常重要的。好不，那我们是要猜多少钱吗？这个东西我看九千四，哇，我觉得两万。哎，可是它就是它没哦，没有 interface 就是这样子。我猜贵吧？我猜亲民一点的好了，八千九好了，七千九好了，九千。阿远远嘞？啊，那七千九好了。那学人精。我觉得六千好像。
哦，九千四。啊，九千四。那是我们干爹佛心，好不好？啊，抱歉，抱歉，抱歉。干起来！现在后这导播组要怎么干起来？后置的完全都在跟你干起来。气。好，那看完了，下一个是他啦，他啦，随身座椅手杖，怎么感觉很赞啊？哎呦！他拉为多功能行动辅具啊，只要按下单键按钮，就能在一秒内自由由手杖转换成座椅，且重量仅900克，不论是健行、登山或一般步行都适用。哇塞，赞耶！椅子から椅子へ、椅子から椅子へ、Good Design 賞受賞。收回来哟。いつでも使える新感覚チェア、タダチェアが登場です。チェア。あれ気づかれや、行列だね。旁边的是宫崎骏吗？赞耶！屌！こんなお悩みを解消してくれる新感覚チェア。其实蛮屌的。其实很屌啊，因为我觉得这个对长辈来讲是很好的。对啊。不用，哎呦，不对了，我就想买，排队去尝试买本的人都可以用了，真的。先用棒子驱逐人群众，捶他们，然后再坐地为王，真的好爽、啊。夜排买演唱会票什么的，这个舒舒服服的，战斗防御两相。排到肚子太饿，没力气还可以撑着他走路。你还可以拿来练你的上臂二头肌。捷运上没有位置，900克，一公斤不到。900克还是蛮重的，其实还好，而且就将近一公斤了，一公斤蛮重的、啊，以拐杖来讲很重，主要是它可以拿挥刃，你如果不够重，挥、不起来。主要是它收起来红的，主要是它的名字是它的名字叫他达是免费，真的是什么？他达是免费啊？是吗？嗯。所以他免费吗？不可能啦，这是不用钱哦、喔。为什么他我不知道他怎么取这个名字？他就哒哒这样子啊，哒就哒哒变出来了哦。原来我想想看这个，不过这个感觉沉重80公斤，两次崩溃。他刚刚写沉重80公斤吗？有吧？我快可以做了，快可以做了，成功。哦，还不过他一定是有一个沉重的啦，一定有的、啊。我100公斤装去，整个垮掉了。哎呀，你如果真的超过80公斤，买两只嘛，打开一腿坐一个的、哎，直接你160都坐上去，直接这样走到上，然后啪，就这样坐下来这样，有没有？真的？干嘛想后置是不是？真的想要后置成心爆气流斩吗？好的，之前有了，直接拿那个素材来用就可以了。哇，你的姿势好标准哦！天哪、啊，整个人都心爆起来。给他们机会，哦，所以没有两个，还是想买，今天这期不会有机会，最低，他会拿两个，每期都这样搞，以后计划就不用输了，干爽，还不错啊，不错了，我会想要，猜个价，这种是实用的东西啊，实用，而且通常会用到拐杖的，也的确是比较不方便的，他可能不能久走，不能久站，对，啊，那个东西就是这一个跟这一个是。同时需求的是很高的机会是同时有需求，而且还可以拿来打人，我觉得非常实用。像你如果盆栽加行动电源，哎、欸，就感觉有点多。或者是比如说盆栽，但是可以变成一根拐杖，对，这样就很好。折起来说，折起来这样，这样，然后上面有草这样，哎、啊，你要不要打开？在那边上门的帐子的手真的，或者是雨伞。有投影机，对啊对啊，这样也没什么用，这样子还是有公司专门开发这种完全无关联，就是完全无关联、就是。它是一个计时器，但同时也是一个刮胡刀，按下去感觉这还有用呢，真的吗？真的，这样它是一个计时器，同时又是一个烟灰缸，这样子。哦就真的觉得真的没什么用，不会啊，可以你就可以计时自己抽一根烟多久？它是一个。让你的饮料保持一定的温度的那种金属冰块这样子，哎、保温瓶这样，保温瓶，但它同时还是一个甩棍，哎、欸，遇到人，好像蛮实用，蛮这样打，然后这，哎，就是，还是温的，还是温的。打温酒斩华雄，怎么想都还是很有容易有用哎，真的哎，我们创意比较好啦，怎么办？怎么样要想一个最烂的？想一个垃圾，想想看怎么办？它是一种背包，但它同时也是一个行李箱炸弹。
我知道了，我知道了。这个东西这样子，平常这样子可以穿当鞋子这样子，反过来之后可以变帽子，还是可以用啊？不是那样吗？有啊，那种天坐在一个地方，有没有？天气很热，太阳大，家鞋子脱下来可以戴一下。好臭，对不对？那鞋子反过来变口罩。不然就是啊，我知道，他是个 USB， 但是他的屁股，会是一个打火机，这感觉就没什么用了吧？还是有用啊，不错啊，因为你可以啊，你存资料存完就拿走带出去，出去外面就抽根烟。我知道了，他是个 USB， 然后但他比较大，他是行动硬碟这样，但他尾端倒过来之后可以加热，可以在野外煮东西。也这就没怎么用了吧？不会，还是用的感觉。下一集这个摘下我就有了。甚至都大红电锅充电器了，好难哦！想一个垃圾真不容易，真的好难哦，真的好难。这到底怎么想到的啊？没有，因为创意就是有这个需求，对，把两个没有，就是把两个原本没有关系的东西拼在一起就很容易变成创意，因为我们怎么想感觉都有关系啊，真的就有意义。它是个电蚊拍，但它同时是。网球拍，网球拍，感觉还是 OK 啊，感觉还是 OK 啊，更好。它是一个项链，它同时也是气质做的，可以当下酒菜。没有这东西啊！前去我明天就有卖用糖果做的内裤啊，我还很想买嘞。蛮有创意的，是不是？干你啦，叫上面都是蚂蚁。我要想，好，这个1600吧。啊，我想到了。有一个真的是很没有关系，就是一个水波炉啊，烤箱好了，好烤箱这样啊，但是他加了油之后可以在外面骑，你这感觉是很方便，哪里方便啊？不是啊，你骑出去有没有？那中秋节烤肉，直接骑去烤肉，炉子不够，那炭没了，就放你走在那边烤了、啊。人家也不用开台车来载，骑着它就可以了，对不对？里面的铁网拿下来还可以装东西，拿来载东西，这样 Uber Eats 都可以做了。你在绑根绳子后面还可以拖菜，是不是？在外面摆那个，比如说那种夜市还是干嘛的，对不对？比如说一对夫妻这样子，然后那个先生就真的骑一台摩托车载东西，然后太太就骑那烤箱，他两个人等红绿灯。就是我觉得有用啊，很赞啊，行李箱都有人弄成摩托车了，对不对？我们今天目标就是想出个垃圾嘛。好，它同时是一个胸罩，然后它又可以变成垫板。垫板什么垫？什么板？你说写字的吗？写字的垫板。感觉就真的是个垃圾耶，真的是意义何在啊？有实用性吗？没有。我想没有，可是你要有实用性，你知道？你不能两个都是垃圾，这样对不对？胸罩哪是垃圾啊？我们不要穿胸罩。不是你不能两个东西，其中你不能有其中的东西是完，几乎现在人不太会用的。垫板比较少用。比如说你是胸罩跟折起来之后可以变成卫生棉。对不对？好实用。两个扣起来之后可以变卫生棉这样，还是折起来之后可以变成水上摩托车？你穿着水上摩托车，你一个女生这样去海边，然后这样，你要干嘛？我要骑车了，唱嘛。哇，直接换太平洋，唱起来超小一台，然后还可以这样，然后喷水的，超夸张。我知道了啦，它是一个胸罩，它是个内衣，但它里面那个水饺垫可以拿起来，然后当水饺补粉的那个。不行，这感觉超有用，超有用的，这超有用的，这感觉还可以顺便美白。对呀，不行不行，这边有突然想着有用的东西了。哇，它，我觉得应该是胸衣脱下来折起来变行动电源。超没用，超有用的好不好？怎么会超没用？我们这样就什么都有用啦。可是我觉得这个蛮没用的，因为你在外面你不会把胸罩脱下。可是万一你真的没电了，比如说你在山上遇难这样，真的没电了，然后内衣脱下来充手机，哇，原来是救难。那不如把内衣改成信号弹。对呀，应该折下，然后折下，砰就打出去。我觉得可以，这可能下礼拜才交的。真的，内衣这样，它旁边有六种瑞士刀这样子，好危险啊！太危险了吧？你不能切掉。我没有带刀子，我这边有了。老师，开罐头，你在干嘛？开罐头，好赞哦！算了，你猜多少钱？慢慢想，1600。我猜2500。
哎、欸，我们刚刚是拐杖，拐杖，拐杖，拐杖。我去，1800好了，好看，感觉要贵一点。啊，3500，好，有点贵。好，下一个 Cosmo Connected 智慧安全帽刹车灯，哎、欸，这感觉是安全的东西哈、哦。世界上第一个与网路连线的刹车灯，内建的感应器能侦测速度变化，万一发生意外，可透过手机传送 GPS 坐标到急救单位。Cosmo Connected 本身拥有12个 LED 灯。透过磁铁底座安装于安全帽，功能有一般的减速亮灯或是恒亮闪烁等模式，可透过手机 app 来操作，重量为140克，透过 USB 充电可以使用8小时，这个还蛮屌的。这个好像听起来不错。这个就是骑脚踏车的人用的显示器，或是摩托车这样子，就因为它是接你的手机的陀螺仪去侦测你的速度嘛，所以你停了什么干嘛干嘛，它可能就会亮刹车灯之类的。哦，好像不错，而且配乐怎么感觉是李德峰的歌？可能像雾半田音乐。哎，按一个按钮，它会射雷射把后面骑士头削掉。好强啊！哇，好赞啊！哦，140克。哦，USB 1800。呵呵。好想看它实际亮起来真的。嗯。那装在尾椎不是也可以吗？安全帽都比较那个吧，比较便宜。对啊，对，因为我觉得已经很亮。看巧不卡，我觉得蛮赞的。但是后座人眼睛应该会很痛，是不是？哎，给后座戴就好了。对对对，给后座。还下车直接把我的灯带走。因此，我觉得这个功能蛮厉害的，可是不知道它到底精不精髓就是。万一安全帽只是放在后照镜上，就不然掉下来一撞到，他直接打给救护车的，掉到地上撞一下打给救护车，一撞到保险公司马上赔钱给你的受益人。买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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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买什么买？你跌倒一下，你的钱就没了。好，他们有实际的那个，蛮可惜的，啊、可惜的就一个广告而已。我猜。还是它是一个可以放在安全帽后面的探测的，就是这种感应的这种安全的灯，但它同时也是一个可以携带的空气清净机。哎、欸，早睡觉真的是没什么，这就没什么用了吧？你骑在外面，对不对？超没用的。还是骑就到了地方之后，可以把它拿下来，然后放在办公室角落这样。突然就啊，这就是就有用了，没有用了，白痴了！那你直接放包包就好，干嘛还要放在头上啊？因为它可以当这个影片上面的那个灯，安全。骑车的时候安全，进办公室的时候放也安全啊，箱不会有过敏源。对啊，哦，好像还蛮有用的。好了，不然它是警示灯这样，然后同时也是蓝牙喇叭，也可以啊。你放进更小台的水上摩托车。为什么一定要只要在你的一只手这样？你就可以在公司装一盆水这样，然后休息时间那边，嗯，淹水的时候还可以用水。人家玩手指滑板都，在办公室玩手指水上。我知道了，它同时是一个这种安全的警示灯，也是一个你可以直接语音叫他帮你 Google 东西的系统，这样像 Siri 一样。那也太好用了吧？超不好用啊，风声那么大。不会啦，我里面全部都是这个声音。Siri， 再延上去。Siri， 然后后面，抱歉，我听不懂你说什么。你就在后脑勺，然后听到一个微微的，在超小声，然后超小声，完全听不到这样。好吧，我猜3200。我猜1500，2000，3800，差不多，差不多，差不多，刹车灯。下一个是 Go Duo 磁力无线喇叭，但同时也是一个钓鱼的那个铅球，海钓的铅块。好 ，Go Duo 可以说是世界最酷的磁力无线喇叭，两个小喇叭采用磁铁连接。分开之后可以播放立体声，合在一起可以音质更好。每个喇叭上都有磁铁，能够附着在任何架子、桌子、冰箱门等任何钢铁表面上，支援蓝牙与 AUX 线。音箱采用聚碳酸酯材质，防水防尘，可以随身携带去任何地方。充满电后，在连续播放音乐的情况下，可
支持续航十小时，好像蛮有趣的哎、欸。可是我觉得它造型好丑，真的哎、欸，造型好像很旧的刮胡刀，对，还有就是它造型很像。那种就是一廉价的意大利面店帮你放个起司罐，起司粉罐，他照片很像你去 Google 图片打莲藕手指，出现那个密集恐惧症的那个，我觉得造型很好看哎、欸，好像我知道浴缸的那个排水管。哇，现在好多东西哦，真的很不错很不错。它同时是一个喇叭，它同时也可以把喇叭那个表面拆下来更换，加一些气缸来去。它同时喇叭也是一个防止蟑螂爬入你家的排水孔，这样子。屁啊，汽车也连得上去啊！When linked, the two speakers will synchronize. For a distinct stereo experience. 这样子也太 big bass, sweet highs. You won't lose sound fidelity with these babies. 它连在一起的时候会分锁，分到一个震荡。它拔掉的时候就会是不，拔掉的时候才分锁。它拔掉的时候分锁，然后连在一起的时候就these are the two speakers you've been waiting for. 就是一个大喇叭，Go Duo, premium sound anywhere. 黑的感好看，完全只能想到是拿来恶作剧而已。对。或者是在黏在人家的车后面，然后他一停红灯的时候，就播那种超高速的车刹车的声音，这样，红灯一停下，后面就啊，吓到这样，吓到，或者是放在花村第一个点那个门上面的地方，啊，直接被点，太扯了。好，那我猜这个东西，我觉得不便宜、哦。我的喇叭真的是有很贵的，也很便宜的，就真的不知道它是怎样的。我觉得这一定是贵的，我猜6000。我猜4800。无线喇叭5500。6800。哦。我跟你讲，这一集一定会被剪精华。他们就是这些接，你看，我就跟你讲，记不得。他们平常就会就是偶尔有一些后置这样。这一集一定就是我们随便动一动，他们都加一个后置。如果这样，他就直接后置我丢一个东西出来，这样满满的整集都是后置，太累了吧？他们才不会这样子，没事找事。精华三个小时，就到时候他们只剪了片段，什么都没做，连日期都不上。根本就观众剪的。下一个是 Infinity Cube 无限方块，看看字卡，你看着炫，可以单手玩、双手玩、上班玩、在家玩、看书玩、走路玩，不受任何场合限制的方块，不用太多思考。走路不能玩了，过马路小心一点。对啊，压力大或是心情不好时，转一会儿就会感觉放松很多。采用了高品质阳极氧化铝，透过居时光纤链路和黄铜针连接，精致奶油，精致奶油，但它同时也可以丢到。酒里面当作品，然后可以丢到杯子里面当那种洗杯子的。同时可以，它同时是一个，它每一小块都是同时都是一个行动电源，但只能充5分钟。哇，就每个加在一起，它每一小块打开都是打撞球要用的巧克力。超废，一辈子都用不完。它每一个小块打开都是一块，都有一个空间可以放一块笑牛的起司块，点心的那种。所以你可以在那边存放你的笑牛的起司块。所以它是药盒，是类似这样的概念。可是它的金属非常稀的，所以你玩一玩，那起司就会融掉。融掉，然后旁边还有旋转陀螺。可是旁边会有一个可以聚集它的地方，那样，然后融掉之后，你就可以直接这样倒出来，倒在你的牛排上面这样。啊，你就可以倒在讨厌的同事的键盘上，也是可以倒在缝中间。然后这时候再把我们的 Black Widow Chroma 1680万种颜色打开，就可以看到不同颜色的 cheese， 超恶心死，超复杂。好，这个 Cube 我猜，我刚看到那样玩，感觉很容易夹到手吧？真的，我猜600块，我猜1800，我猜980，我猜800，看到多少钱？好贵！天哪、啊，果然是可以变气死，真的。我还不买两个拐杖吗？拐杖2000多，拐杖蛮贵的，3000啊，拐杖3500啊，我还不买一个拐杖哎、欸，真的买拐杖好了。下一个是 Evolution Brush， 男人用的刷，有哎呦，刷马桶是不是？
哎呦，是哦，抽抽抽，这不错哎，这个应该是抽烟抽太久了，就会造成这样的状况。男性在清理脸颊时最辛苦的就是刮胡子了，用刮胡泡会弄脏双手，用手还需要良好的技巧才能顺利上刮胡泡。干什么干什么？没有素材自己弄啊！只要将 Evolution Brush 装上刮胡泡的喷头，就可以完全不弄脏手，还能完美的将刮胡泡抹上脸颊。俗话说得好，男人的脸清爽，缘分就来。我觉得这好像没办法。有这种俗话吗？这个音乐不是 Touch My Wallet 啦 ，My Ding Ding Dong。可是这个是美国，他直接把那个笑啊耶，直接尬上去这样，然后变空气喇叭。拜拜拜！他同时也是一个空气喇叭，这个的话就很清爽的喇叭。他说 Laughter is about to begin。哇，他同时是焊枪。超痛，又不能涂脸。丢丢，小子，我最讨厌刮胡子了。会吗？还蛮正常的。超浮夸演技。哇。Ethan, Jeff, you're not going to do this thing. Come on. Damn. Man, that's a game changer right there. Hey, man. Let me see that thing in action. Sure. Check this out. This is brush lathering technology at its best, buddy.Lifting, stimulating my hair follicles, giving me a cleaner, closer shave. 但是你还不是要切那个刷头？对啊，更麻烦。This actually makes shaving fun again, and I'm actually going to look forward to the next time I shave rather than red. Thanks to the evolution brush, shaving doesn't suck anymore. 但洗脸机，哇，你的头长得好像那个刷头。要干嘛、啊？我把涂在眼睛上，刮了帽。I shaved, and they never felt smoother thanks to the evolution brush. 好不干净。我还有啊。啊？要干嘛？他去刮下面的毛儿。哦、oh, oh, ，清爽的。哇，会很痒吧？会很痒吧？Hi, my name is Dave. 太久了。可以了，已经懂了，已经知道点产品怎么用了。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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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可以干嘛？可是我已经很久，大概有两三个月没有用刮胡泡了。我从来都没有用过刮胡泡。我就是洗脸，因为我买个洗脸刷，所以我真的就是洗脸的时候这样刷刷刷，然后就顺便刮，因为我都洗澡，早上起来洗脸的时候刮这样。哦。因为我也是洗澡完才刮。我是洗澡完刮，然后洗澡，它泡热水就比较软，然后洗脸又有肥皂就直接刮，从来没用过刮胡泡。是这样，我刮胡泡很难洗，我之前有用，可我现在用电动的啦，所以都不用泡。我是在早上洗脸的时候就拿那个洗脸刷这样顺便弄一弄，然后就刮。我是出门前想到才撸一下，不过我用刮胡泡就是。你有用刮胡泡、哦，可是刮胡泡确实比较好刮啦，很清爽哎、欸。对啊，刮胡泡确实比较好刮。可是刮胡泡抹上去，我就看不到自己胡子在哪里。你就整个部分在撸撸、啊、反正就已经这里啊，你不可能刮完我这边的胡子长在这里啊。对啊，可是因为刮进来，因为我超级容易过敏的，对对，刀片啊，所以我不可以就是就这样很轻松一直刮，我就是要很小心，要很小心，要一刀一刀，不能重复刮到啊，不然就哇太纤细了吧，嗯，我都拔刀哎、欸。容易蚊子，刮胡子也是，我刮胡子。那你这边是少刮，就是没刮干净。我刮胡子也是很小心，我残血刮掉也是很小心，慢慢，我超小心的。我也是慢慢刮，我就直接。刮胡子真的要慢慢刮啊，不要这样。上次我去上大鱼他们节目，然后那个邱道宇就是现场刮胡子，这样，然后就好像输游戏输了，他们赌要刮胡子，然后这样没有抹东西，直接掐掐掐，超痛！哇，他妈喷一堆血，我真是痛。OK， 很痛，直接缩阳。我唯一这样子的时候，就是那种当兵要服役检查的时候，发现胡子没刮的时候，就你也来不及去厕所，就只好在检查之前赶快冲到内务柜，然后赶快硬刮那样子。拔刀哎、欸！哦，而且那又很钝，你知道吗？所以他就会一根一根胡子这样，然后就拔起来。哇，你硬这边都
都整个红了，然后一点一点。对啊，然后大家就一点一点都流血这样。好可怜哦，一点点流血哦。田青看哪里啊？他不敢看班长，眼睛是流血。流血啊！然后指甲剪太快，剪歪了。你这指甲是怎样？狗啃是不是？不会刮胡子是不是？刚发育是不是？好凶哦！真是靠北好气哦！想到又干了，可恶！好，下一个是我们要猜多少钱是不是？我猜多少钱是不是？我觉得这个350就有了吧。刮胡刀？它其实只是头而已啊。对啊，头而已啊。嗯，150。多少啊？800。那么贵，老美东西啊，差不多了，其实还好了，还行啊，说明他很舒服啊，哦，有可能，不行，再怎么舒服都没有洗脸刷舒服，说不定他是那个啊，那个中刷，好痛啊，直接涂完下巴直接皮削掉一层，他是菜瓜布，钢丝，钢丝，直接把毛囊刮掉，就对。好，下一个是 Micro 世界最小的万用旅行插座。嗯，怎么好像有预感，这就是我们在寻找的。与一般万用插座最大的差别为大小与插座变换的设计啊，极小的尺寸可轻松放入您的行李箱或随身包包中。对应世界各国的插座也的变化，也拥有令人惊艳的创意。它同时还是一个行动电源。Do you travel? When you do, 它同时还是一个消遣笔。没有，它是一个万用的插座，但它同时也是一个。Whether you travel often, 护唇膏 once in a while, you probably use one of these at least once in a while. 它是一个旅行用的万用插座，同时一个也是一个检测肉温度的插座。Universal adapter is not the most travel friendly because it's big, bulky, and can be quite heavy. 你知道牛排煎煎带去插头旁边给它试一下，同时也是可以点烟的，同时打开可以当一个罩盒。造盒子放肥皂哎，肥皂。Micro, the world's smallest universal travel adapter with surge protection. 哇，真的很小。Compacting all the benefits of a bulky universal adapter into a cool gadget as small as a single socket adapter.我自己是不旅行的，直接讲，直接讲，哎，不要抽烟了，想想。All plugs from around the world， 各种孔都可以插。想看versatility。Micro is super small, weighs only 40 grams, is durable, and very travel friendly. 丢了吧 ！Plugging into Micro is easy. Micro accepts all major plug types from around the world. The adjustable integrated casing makes it easy to cover anything with safety. 很厉害，还有叉哦，酷炫。The release mechanism is spring loaded and easy to use.Top slide, plug into the Americas, and over 54 countries. 测肉温 Simply twist to use in Australia, and over 29 countries. And when you're done, push to store it. 收起来耶然后就打开来伸一把刀出来，弹簧刀，瑞士刀。25 countries。哦，还有插。欧洲的插座就长这样，超麻烦。Simply connect the integrated modular third pin extension。我家小时候有一个这样子圆圆的插头。有这种吗？再插。有啊，就收音机啊，那种欧洲进口的收音机。The built-in fuse protects your devices wherever you travel. Because a blown fuse is always better than a flying laptop phone or tablet. Simply press the fuse and you're ready to go.就是如果电压就是应该说保险丝啦，就电压如果什么时候干嘛有问题的话，它会先弄坏这个插头里面的东西，这个 fuse， 它不是直接弄坏你的 device。哦，那没办，那没办。哦，还是突出的。Let's improve the way we plug our devices when we travel.Back our campaign and help us bring Micro to life. Micro， 我觉得还不赖，不错。我猜1400，我觉得可能要更贵，1800。真的、哦？怎么有这么贵？我猜1800，1400。那看多少钱？钱。好久哦，怎样？人家那么久才打下面那个字，哎，打错打错。
哎，蛮浪费时间，便宜的蛮便宜的，比那刷子便宜啊，真的比刷子便宜多了。我觉得不错不错，如果输了我可能会买，因为我是用不到啦，但是对那种常常乱跑的应该是蛮好用，全世界走透透，就很适合。加速啊！我最远就是去永和。哈哈哈哈哈！就这里，真的，我最远到中和，就这里，对，最远就这样了。这里的前一阵子还会，前一阵子还会出更远的远门，就是去新庄，现在不会了。哦，哎，真的，连新庄懒得跑，懒得跑了。哎，下一个是 Benel Toothbrush 旅行用牙刷组，所以哇，是要一直去旅行的吗？啊，真的，太旅行了吧！意大利设计品牌 Benel 的创意哈，光看造型可能一头雾水。它采用牙刷加牙膏二合一设计，只要一个轻推卡准，简单动作就可以取出牙膏，接着按下钮就可以挤出牙膏，然后再装上牙刷，扣上卡准就可以开始准备刷牙。短短几秒钟内就能感受到牙刷加牙膏二合一设计的便利，怎么跟开枪的一些守则很像？好像不像打火机哦。推两个插头出来。怎么回事？好帅哦！怎么那么短？渡回去，好帅哦！啊，请再示范一次，蛮时尚的。真的，他那个配色好时尚。我这个配色我知道，钢弹。哎呦哇！配色示范一次吗？哦。这我知道。Go now！ 随时准备一组牙刷在手。嗨。狗仔。狗仔酷。一枪。我在控 ，Reload， 还用他们的，哎、欸，不对哦，那罐头自己补充啊。对啊，我还可以放洗碗机。哎呦，可是牙刷要常换啊。对，牙刷要常换。牙刷常换，它那个，它如果那个头可以常换的话，其实是不错的。就应该是旅行用，你就自己剪掉自己的。哦，不对啊，不过他旅行用，对啊，所以不是说他那个刷头，你也不会天天在家里这样子行动。对啊，如果那个刷头是可以换的话，哦，还可以啊，因为你就等于牙刷、牙膏不用带了嘛，就出门应急一个就可以了嘛，还可以。我猜1200，950，猜740，嗯哼，680，看多少钱？还好吧？哦，买啊买。还不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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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算便宜的。嗯哼，好，那今天小屋都看完了，我们现在今天还有一个宅实验，好像有点没，好像有点久没有做宅实验。没有，今天要挑战的实验是什么呢？现在看一下影片吧。隔空取都。Catch boy 哪呀 ？Catch boy 哪？这影片是自己做，他滚上去自创吗 ？Oh money money 哦。而且为什么感觉那是我们自己的工作人员？怎么看就是。还有第二个，还有第二个，来。来 Who can buy 功夫？哇，这个人好眼熟哦。嚣张什么？嚣张什么？这不就是之前玩那个纸杯、塑胶杯的那个吗？你有看过吗？就拿三个塑胶杯，然后塑胶杯放远，然后就这样吹，把它吹到另外一个那个塑胶杯一样。类似的那个吧。类似这种东西。好，阿翠萌，两个转到我们的实验室。好，转，来 go， 开转。哎呀，那那种为什么会挂维达利？这个是请问哪一个实验要用到满满的维达利？你要拍那个广告啊？先让你喝了再上。谁先？为什么要吃巧克力？先转吗？刚刚在转那个巧克力啊，对，巧克力啊，整天只想要吃，真的哎，真的哎，你要吃。好，谁先用这个转还是用小的转？用小的转。哇！什么声音啊？上面有东西弹的。那你整个撞过来，到底是要撞在哪？什么啊？发生什么事？没事吗？有粉掉到我的眼睛也有点痒。是用小的，用大的比较好转吧？什么东西掉下来？看不出来。哦，小的比较挑战性。可以先把维他力拿走吗？不是，我们连大的都还没挑战过，就直接挑战有挑战性的吗？失败！我以为你要忙的，哎，这样很浪费哎，用这个就好了啦。我努力接，我努力接。不用了，随时随时。我也来一颗好了，来随时接。哈，失败！好难哦。有了有了有了。哎呦！好。
感觉摇这个东西晚上不太吉利。哎、哦欸，好强、哦！成功！嘿，拜托。我先准备错了吧？那是酒杯。来换你，换你。来，好大哦。用大的应该比较简单吧。猛啊！怎么有那么厉害、啊？因为我螺旋力比较哎、欸，真的哎、欸，可恶！换你，换你，换你，换你！我要很螺旋，有什么技巧吗？那、啊、真的是不太吉利，只是想没有，就是螺旋力要够就好了。完了，完了，你爆了！我超怕你被子飞出去，我一定会，我一定会逢年过节拿出来笑。哎、欸，等一下，为什么、啊？人家干嘛这样子摇？你怎么会这样摇啊？就这样啊？对啊，你就螺旋力要够嘛。转起来，转起来，转起来！耶、yeah, ！是是是，只有我不行的，为什么？再一次，再一次，为什么啊？你们好强啊！我真的有障碍、欸。有了，你要快一点，继续快，不要停，要更快，超快，还要更快，要更快嘛！快还要更快！我帮你拿那边，觉得你那边进阶鼓手，那边转，我那边 faster faster。不是、啊，我们还有第二个快，快快快快快快快！有有有有！等一下，这个鞋是在穿。不要吃！掉地上多几次？好，下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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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平，公平，啊，公平。所以是这样，然后这样，然后吹它，是不是？啊！哇！成功！肺活量值，忘了一个步骤。哇！原作重现，肯定剪，肯定剪。这个哇，这么厉害啊！不是啊，就吹一下就进去了、啊。哎、欸、哎、欸，没那么好吹哦、喔，没那么好吹哦、喔，没那么好吹。可是哎、欸，可是你站着，蛮厉害的。哎、欸，那我试另外一个啊。不是玩这个了。失败，原来没这么好吹，是不是？是不是有什么那个啊？大力、啊，大力一点，大力一点。功夫不好，不要大力敲。超小力，不是吹太大力也没有办法飞太远吧？不会了，不会了，真的吗？我超大力的、欸，飞太远，你飞我量，你飞我量好大、啊，这位大大，真的大大，八七，放好了，放好了，放好了，换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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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爆，轮流轮流，要很用力还是很不用力？要角度要对了，应该是看你啦，角度要对了。哎哎，哈哈哈哈哈哈！没有，还是我们，还是因为我们是亲戚，所以我们注定有一个会。真的，我们家基因就是这样。哎哎哎！看来你们兄弟兄弟基因。哎，这个怎么这么难？它就是要有个角度啊。隔空打。没有，你跟我一样是会把它。那个寸劲太强，会把它打飞的那种。哦，哇，现在是一个喽。跟你讲，我刚刚都只是在……我跟你讲，要不然你这么大力的话，那你摆远一点啊。哦，对耶。对啊，你摆远一点应该就可以了。太轻了，怎么现在变那么轻啊？哦，我知道，这样可以了，共用一点，共用一点，对对对。酒不太行啊，真的不太行啊。就鸟屎不会啊！会会会！要有立场哎、欸，不然挡死哎、欸！我看你是不太行哦，你抢啊！快快！来，我吃一个最远的，超远，超远！好啊，挑战挑战！我骂你骂腰！怎么连摆都摆不起来？请平衡大师来帮我摆，哎，摆好了，哎哎。吹到了，吹到了，他箱子都飞走了，成功哎！太远太远太远了，太远太远了，这样太远太远了，不要贴近一点吹了。哦，真的吗？好来，感觉啦，快变武器了啦！快点快点快点！我靠！你好大力哦！你好猛啊！灌招了！灌招了！好大力哦！你是包租婆！我靠！
强，这是好攻啊，厉害厉害！找到你的强项，找到你的强项了，找到你的强项了。那如果是吹这种名字，好厉害哦！徐老师，这个是呼吸减肥法，腹式呼吸。还好，还是有人比较强一点，有人强一点。这个应该出去吧，直接。想要吗？可以哦。要玩多久了？可以哦。可以个屁呀、啊！有了有了有了！打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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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功！这可以啊、哦，可以啊、哦，好高哦！成功！想不好意思，想要休息了可以吗？真的，我想要下去买，我想要休息，买牛奶啊！可以休息吗？你什么屁孩啊！死小孩！好，成功了，成功了，实验成功了。好的，好的，好的。那维大力干嘛的、啊？对啊，维大力干嘛的？我还是想说你们喝完再吃。太累了吧？为什么？屁呀、啊！哇，做效果啊！刚刚演员的脸，刚演员的脸太狰狞了。好好，成功成功成功，好休息休息二十分钟，好不 好？等一下回来我来玩游戏。好，进广告进广告，超好笑。